在你面前再一次聆听你自己的话语，
你自己说，圣洁才能够朝见你，人非圣洁不能够朝见你。我们本来是不洁净的，但是因着主你的怜悯，蒙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才能够守洁心清的站立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你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的人，这样的人必蒙你自己的赐福。但愿我们朝这个目标常常提醒自己。感谢我们的主，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看顾带领，让我们新的日子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预备。你应许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在充满患难危机的日子，主你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让我们不怕惊恐，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在你蒙福赐福喜乐的日子，我们也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有力量可以来奔跑，来归向你，来为你而活。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敬拜，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愿主你来建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再成为馨香的祭，来达到你自己的面前蒙你的喜悦。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LCBC 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现代的巴别城。我们一起先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九节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大家开口一起来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巴别塔的故事，我相信不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而且作为基督徒的也常常引用它来作为比喻或是预言。那我今天是用巴别城取代巴别塔，因为你注意看圣经一直都没有提到巴别塔这个名词，但是根据第九节就有提到是巴别城。第九节说那城就给它叫做巴别所以有巴别城其实这个塔是城的一个地标我们可以说巴别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的摩天大楼。那关于巴别塔的图样到底是怎么样呢到目前都是凭着想象的。有人认为这个巴别塔是一道很高的斜坡。那或许有人说这个巴别塔就像一座金字塔的形状的一个高塔反正在里面的想象里面各式各样因为这个图样到目前无从查考只是出于人的想象。那古人呢也有这样的传说，说这座塔其实是一座很高的避难所可以让人们躲避另一场的洪水。尽管我们的神曾经应许他不再用洪水
来毁灭这个世界的。另外还有传说啊，认为啊，这座高塔高度是14000米。当你置身在塔顶的时候，你就很接近啊天堂，你可以听到天使唱歌啊的声音。但这些推测性的神话啊，并没有抓到这个故事的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抓到啊巴别塔巴别城带给我们的启示。不管这座塔长得是什么样，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巴别塔啊，绝对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建造的，它是彰显人类骄傲的一座啊纪念碑。在挪亚时代，因为人们是如此的罪恶败坏啊，根据啊创世纪啊第6章第5节11跟12节这样的叙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还有血气的人啊，在地上都败坏的啊行为，因此呢，上帝就用洪水毁灭当时候的啊世界，整个世界。之后，挪亚的整个家庭的人数不断的增长，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有活动能力。照理说，神用洪水洁净了世界，整个世界应该恢复到洪水之前的那个美好。然而，在挪亚的后裔当中，不乏有人想要像上帝一样有权力这样的人，所以那些人就很快的把当时候的世代又带到洪水之前的情况了。这个巴别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变乱的意思。那变乱是什么意思？变乱根据词典的解释是说变更并使它混乱，变更然后使它混乱。我觉得今年2020年这是疫情之年，我们就好像感觉住在巴别城，因为变更混乱是今年在疫情当中最佳的描述。我们的生活被迫变更，被迫打乱了，所以今天我要用3个问题来分享这段圣经，也就是说从巴别塔巴别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神为什么男主人建造巴别城巴别塔这样的计划。巴别塔其实就是人的骄傲，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象征。巴别塔是当时候的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够通往天堂的高塔。在圣经当中，你注意看神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这七样人类最容易犯的罪里面，哪一样是排在第一位？就是骄傲。骄傲被摆在第一位，所以神就阻止了他们骄傲的计划。难道神害怕人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吗？当然不是，这个竞争不过是人的毛病。当然神的性情不是爱竞争，神从来不会以我们为他竞争的对手，当然人也不可能是神的对手。只有愚昧人才会无知的喊人定胜天。神为什么拦阻人的计划？我们注意看圣经这些人他们说，我们要建一座城，我们要建一座塔，这个塔顶要通天，来传扬我们的名，还有呢，免得我们分散。所以在他们心命中，你注意看，我们要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要定一下什么目标都是他们自己做主。总而言之，上帝绝对无权过问。我们看到人已经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了。他们把神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好好的检讨，今天因着疫情的关系，因着疫情为借口很多人，神的儿女已经与神生疏的，与神远离了，连最基本的主日敬拜也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今天在网络在线上敬拜，不用出门，但是也是没有心来敬拜神，没有心来尊主为大。那这个情况跟没有神的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跟没有神的人一样没有神照样可以过日子。我们看圣经从伊甸园当中，这个亚当跟夏娃开始，这个人跟神的竞争就贯穿于整个创世纪的情节当中。也就是说，人定胜天，要向神挑战。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发现创世纪记载这一段古代的人类，他们因为建材的制作，还有建筑的技术的精进，所以他们就计划要建城，要建塔，来展现人类的能力。所以他们原先的这个建筑的构想是要塔顶通天。虽然他们不知道天到底有多高，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说的，不知天高地厚，这就是在形容
人的狂妄无知。当然，这也更凸显了人性的弱点。当世人的行为高傲，并口出狂言之时，也会同时显露天下世人无知的一面。所以当神不再继续容忍人类无知，不再容忍人类狂傲的行为的时候，神就变乱天下人的口音，变换天下人的言语，并且把众人分散到各地。因此当时候的这些人呢，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工作，也只能画下休止符了。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观察现代人类的作为，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的人也正在建造各种有形无形的巴别塔。面对自我能力的肯定与自豪，跟古代的人类相比较，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看，在20世纪的后半段，网际网络通讯的发展，让人类突破了个人的脑力和知识的限制。然后我们再放眼21世纪，包括遗传基因等这些生化科技的研究，预料将使人类免除病痛的困扰，甚至于呢可以突破过去这个寿命的限制。另外我们看到太空科技的发展，让人类能够遨游于太空，甚至于积极搜寻地球之外可供人居住的星球。所以现代人通天的本领比古代的人类建造巴别塔想要通天的计划，那个视野跟成就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看今天科技的演进，已经让人逐渐的往神的境界接近。所以神为什么拦阻人这个建造的计划？答案就是人类建造巴别塔，显出人类骄傲自大，寻求自我的荣耀。所以神阻挡了人的计划，是出于爱和保护，让人能够依靠认识神。所以神不是害怕人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神破坏他们的计划免得人行更大的恶，免得他们招致更大的审判。你看圣经，当神说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神所指的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是指罪恶的事情。因为这是从巴别塔这个世界延伸出来的，而不是神不喜悦人团结在一起做伟大美善的事情来。当人长此聚在一起犯罪的时候，将来必然会为所欲为，
无恶不作，因为坏人聚在一起啊，只能堕落的更深。因为罪恶这个坑呢是没有底的，是个无底之坑，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罪是人做不出来的。神担心人类会因为过度自由而任意妄为，也就是说背叛神。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神为什么要拦阻人啊建造的计划，就很清楚的，神是为了爱，神为了保护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啊能够寻求他的荣耀，所以神出手来阻挡。不是神怕与人竞争，神怕人的罪越陷越深。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来问，人造城造塔有何不对，有什么错？我要回答的就是说，因为动机错误。他们的动机很清楚啊，他们建了这个城，建了这个塔，他们说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为了传扬我们的名，这是他们建塔建城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不正。因为人们就想尽办法去烧砖块，好让他们能够造出一座城和一座高耸入天的通天的塔，来传播啊自己的啊名声。所以为了传扬他们的名字，巴别塔的事件啊就反映了人类的骄傲和自大啊，前面我们也提过了。所以你仔细想一想，从古至今，不管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的独裁者，当他们稍微有成就的时候，就要为自己来建立名声，为自己立石碑，为自己立石像，去传扬啊自己的成就。所以这些成就呢，使他们变得自大啊自欺，以为自己就是上帝。在奥巴马要实行全民健保的时候，有人说他是为了要让自己留名于青史，所以以后大家都知道奥巴马保险，奥巴马啊健保，他的名字就留名于青史。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这就是人的啊虚荣心。那一般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名扬于世界呢，让世人知道呢？我们不是帝王，我们不是皇帝，我们不是掌权者，我们不出名，但是你想要出名有什么办法呢？有人建议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生小孩，因为你有了孩子，有了子孙啊，你的名字就世世代代都有人纪念，因为你的子孙一定会记得你，一定会传讲你的名字。过去呢，用烧砖头来建塔、来建城、来传扬名声，现在你要传扬你的名声，你不需要去烧砖块啊，不需要去建塔啊，你可以用网路网际来达到目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搞直播，你可以成为网红。那些 follow 你的人，跟随你的人，你的千万粉丝一定会记得你的名字。然后你粉丝越滚越多，不但有名又有钱，你可以人财两获。当然，讲到这里，我们 ALCBC 的直播，因为粉丝太少，我们不可能成名的。有时候不小心，偶尔啊，看到好多大教会的名目，那些名目啊，他们的直播，哇，都是上千上万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些粉丝一传一传百啊，这样转发出去，就好像建巴别塔一样，一天一天一天的增高啊，增加他的声量，增加他的名声，增加他的知名度，真是让那些无名的传道者望尘莫及啊。反正只要出现名人的名字，就能够吸引人啊去看啊，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不管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反正他的名声已经传扬出来了。其实呢，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万物都是他造的，唯独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称颂。所以今天照理说，人们应当去传扬的是神的名字，而不是任何人的名。你们发觉在主祷文当中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做的第一个祈求，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要求神的名为第一。当你渴慕，当你热切来追求神的名为大的时候，神自然就会让你的名为大。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啊，神对亚伯拉罕这样应许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注意看哦，接下来他说叫你的名为大，看到没有，叫你的名为大啊！神让他的出名，让他名大，不是他自己，是神要叫他的名为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让你名大，是为了叫人得福，不是让你来骄傲、来自大、来荣耀自己。你会发现这个道理真的很奇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追求自己的名，他不追求自己的名声，对不起，只追求神的名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的名为大。你要是追求自己的名，神就要击打你，让你的名为小，甚至于呢，让你臭名昭彰。最后，我们从这个巴别城、巴别塔的故事里面带给我们的启示，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人造城造塔有何不对呢？因为目的错误。刚刚是因为动机错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名，
那现在呢是目的错误。啊，这个造塔的功能是要传扬人的名，说人很厉害啊，可以跟上帝相比啊，目的算立名。而造城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人聚集在一起，免得分散到全地去。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以为第一个目的是背叛神，因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啊，荣耀自己啊，这是背叛神。其实第二个目的要分散啊，免得分散，这个目的也是背叛神。因为那些建巴别城的人不愿意分散在全地，这个就是摆明反抗背逆神的动作。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啊，神要人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还有任务，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神的命令啊，神要我们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分散到各地去。所以神造人，而且要人遍满地面而生活而居，为了治好这地，这就是神赋予人的使命。所以你企图啊聚在一起，而不要分散在全地去啊，执行治理这地的责任，等于你是在抗拒神的命令。我们再回到刚刚这段圣经啊，一开始有提到啊，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看到没有啊？当时候的人啊，看到一块安舒之地啊，就决定啊停留下来。他们忘记了啊，上帝的吩咐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当时候的人呢，啊，却似乎只想留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示拿的平原。这个平原呢，生活在里面可以让自己可以享受安逸的环境，因为他们只想满足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想到为了神的呼召，为了神给他们的使命，还要继续的奔波。所以当人们惧怕困难，逃避责任，贪图享受的时候，人的生命就很容易落到魔鬼罪恶的网络里。所以这样刻意的忽略或是忘记上帝的呼召的结果，都会让我们落入更深的愁苦之中。所以不要轻忽，我们被神所造，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创造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价值，也就是说要去执行神给我们的任务使命。可是今天大多数的人却像当时候的人一样，在人生的旅程当中，
当他寻找到一块可以享受的平原的时候，他就刻意忽略或者忘记上帝的呼召，不想继续的旅行或者完成神赋予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遇到生命当中的一块平原就对自己的人生自满，就停留在那里过生活。神说因为你们要遍满地面，这是神明确的命令。这个从神造亚当夏娃造人之初，一直到跟挪亚立约的时候，神都是这样吩咐的。而挪亚的后代在这里却说，我们不要分散到全地。很清楚，这是对神的命令的一个直接违背。所以第八节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来到我们的结论，我们看见人类的罪性所带来的骄傲，使人类在历史当中不断地向上帝发出挑战，挑战上帝的权威。有没有人成功？当然没有，最后都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看到巴别城、巴别塔，不单单是历史的事件，也是今天人类的写照。在末世的时代，人的自大和骄傲将会把人类引向灭亡。所以这个故事教导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顺从上帝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境界。我们真的是需要神。主啊，我们需要你，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巴别城、巴别塔获得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有神为我们生活中心的生命。我们一起再来同心祷告。感谢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透过今天这段圣经上的历史，让我们能够作为借镜，不要重蹈覆辙。因为神的话都是圣灵所启示的，也是你所赏赐的，为了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的，叫我们属于你的人都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记得你在经上提醒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但愿透过今天的学习，求主叫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正如
亚伯拉罕蒙受你的应许一样。当我们尊你的名为大，当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主，你也要让我们的名为大，你也要透过我们来祝福别人，让别人因我们蒙福。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凡事都为荣耀你而活，凡事都为荣耀你而行。求主你施恩怜悯，你看顾，你引导每一个家庭。我们再次的为疫情恭敬的祷告祈求。我们知道黑夜一深就白昼将近，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盼望的神，我们对你有盼望，我们相信这个黑暗就要过去，黎明就要来到。让我们在这等候的期间，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们继续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我们力量如何。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唱回应的诗歌。Thank you.
祝福你们的家庭。